就是讲，在他毫无黑暗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就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。上帝啊，求你给我创造清洁的心，让我的心有换新境地的心。上帝是讲，伊转人无啊，得到咱那行的光明，亲像伊点的光明。 就咱三甲教会，就是甲父以及伊的子耶稣基督。这时候，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告别我们的信仰。但三甲用使徒信经来告别他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我信那位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有信仰，万主。 对在小路玛利亚之时，伊阮就变做人来受苦，定是一个信心来做和平苦。下面对下边过啊，就是咱这一关联的上帝的发言，因为伊也来信我，互咱甲世人，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徒的相通，做下面有结果啊。 圣万万名，阿门。我们仍然站立，我们一起祷告。那就完成这三个祈祷。慈悲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赏赐我们恩典，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替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感谢你。 感谢你差遣圣灵到我们当中来引导我们，来帮助我们，也感谢你，让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与复活，成为一位新创造的人。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。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带领我们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让今天有许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要在 众人天使的面前归入主你的名下，归入教会，归入这个大的肢体。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已经成为是你子民的弟兄姐妹，这个教会，我们张开我们的双手来欢迎他们进到我们的当中，我们来帮助他们，我们与他们一同成长。天父，来帮助这些投入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。 他们也一样愿意每天有新的心的灵来学习，更认识上帝，让我们的生活跟信仰来结合，让我们所信的，我们讲出来，我们所讲的就是我们所信的，让我们的信仰表里一致，内外合一。我们谢谢你，赐给我们这一段早上可以一起敬拜你的时间。 愿你的圣灵在这里掌权，我们这样祷告、祈求、感谢，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请坐。 第一段是记载在路加福音九章23节到25节，请会众仔细听我来念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死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却丧了自己，赔上自己，有什么益处呢？”
我教会因第九章第二十三到二十五节，佮你正人讲，老人爱对话，就着看无家己，入去家伊个时阵来对话。因为囡仔爱救伊个性命个，要失落伊，主要是囡仔为着我来失落伊个性命个，要要救伊。因为人若得着全世界来失落家己。损害家己有什么理由？第二处圣经记载在彼得前书二章第九到第十节：“我要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上帝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出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。”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，从前未曾蒙允许，现在却蒙了允许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来讲，做到允许定算的做，是王也是祭司，是神的帮助，是上帝家己的百姓，予恁保养迄个调令出黑暗，入伊微妙的光下的好着。恁前不是百姓，但是上帝的百姓，前无受怜悯，但有得着怜悯。这时候，我们一起跟着圣歌队来，从上帝的大自然赞美上帝的创造，积极让家对着圣。